抢地主。大王，你的牌打得太好了。快乐扑克派城市牌王赛，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龙氏文体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棋牌竞技类节目《快乐扑克派》，我是主持人世博。感谢最专业的棋牌竞技平台勾勾比赛对于本节目的技术支持，再次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想参与到我们的比赛当中来，赶快登录最专业的棋牌竞技平台勾勾比赛3w.gogo.cn， 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网络报名海选。当然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或关注我们的公众平台扑克的全拼加上58进行微信网络报名海选。是的，为了让比赛更加的精彩，更加的公平，我们依然有请到了黑龙江省体育总会的白泉老师作为比赛监督，欢迎白泉老师。是的，在上期的比赛当中呢，选手都发挥出了超常的水平，看专业人打专业的比赛是真过瘾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场比赛。昨天地组展开了第三场比拼，机器选手高国军开场就取得了较大的领先优势，比赛中段高国军依然牌运极佳，始终保持第一的位置。另外两个选手则为了争夺第二名使出浑身解数，佳木斯选手李渔富凭借稳健的发挥，在后几局成功反超绥化选手，成功拿下三分。好，我们进行到了第四场比赛啊，我们的三位选手已经入座了，然后看到他们这个自己队已经要么大比分的现在已经很踏实了，哎，啊，但是小比分，尤其是这个我们的绥化队就着急了，是吧？来，我们再次让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来自于绥化队的刘小梅。嗨，小梅，这个说句实话，绥化队现在比分比较靠后啊，嗯，有没有压力？有，有压力啊。那怎么样来赢牌？有没有什么策略？尽力吧。尽力啊，对，反正已经到达这样的情况了，是吧？其实如果绥化队如果想反超的话其实很难了，几乎没什么机会，几乎没什么可能。来自于我们鸡西队的立言，大家好。哎，立言啊，好好打，好，继续领头好吧。啊，尽量。来自我们佳木斯队的这个春子，大家好。哎，春子这个名啊，如沐春风。你和这个鸡西队现在只差两分，对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好追的，所以说三位努力，请戴上耳机，我们的城市牌王争霸赛第四场比赛开始。两分，嗯，开局第一局啊，李岩这边也是叫了一个两分，小王对二叫两分，春子这边是大王对二啊，这个两分也是放了。看木春子的牌啊，大王对二，下线的牌呢也是比较工整。哎，这一个尖儿，小王。哎，这个小王先上手之后啊，看这大王会不会管啊？没管。对三，是不是直接封对二啊？我们看，对二，哎，也是很清楚啊。这个对子四勾，明显，哎呦，这个二没要的话，顺子。其实我们说这个木春子应该是打得有些保守了啊。三带一，如果说这个二管上之后开对的话，其实我们看这边刘小梅是可以走完的。嗯，这一把又是李岩的牌啊，左手就是双王一杆三，这牌三四五六断七啊，
端七勺尖儿。七圈尖儿。哎。二。啊，立言这牌啊，其实也不好打。四。圈。公孙止这边上圈了。对，刘小梅这不要就对了，因为我说你上圈的时候，顺子立言没要，那同伴上圈呢，他一样也是，如果要的话也是会很费劲。对儿三，对儿高，嗯，剩一对二，对二，哎，这个第一局两分打成了，第二局双王三分却打破了啊。哎呦，这立言又是双王啊，这牌也是真好啊。我看这个选择怎么组合啊，三四五六七八断九没有 K 尖。九勾。哎，二一张单勾。连队。连队，哎，这个刘小梅也是拆房子也得管一手啊。尖二，嗯，三带一，哎呦，没有打三带一。这是要拆王吗？啊，没舍得拆。对四，对高，哎呦，这样的话两个王成炸了啊，那没办法。我说如果刚才继续打单牌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啊。左边来喽，五。好，第三局结束之后，立言是十分，木村子和刘小梅各负五分。不叫一分。刘小梅会不会叫三分啊？哎，未加。果断的叫了三分。四尖二小王，顺子三道勾四道圈，顺子真有能压制住他的牌啊。哎，但管上之后啊，我们说这个又被反管一道，顺子。对，但是现在这牌木春子这牌已经顶不住了。七八二打对儿，是不是？对三对。对尖，哎，拆了对尖，这三个卡也可以说话了。这三个卡现在他关键他没机会上手，没有说话的权利。哎，十勾，大王，嗯，一个勾就直接把大王打成单四。那这样的话，刘小梅是赢了啊，稳赢了，对。第二放一个三，对二，剩一张单三，三，
肯定要，哎、肯定要三分了。这个是三分啊。嗯、那这牌三四五六断七八九十勾圈，少凯尖七 K 尖是断张，其实也不太好打。对儿七，对儿十。还好刘耀没有两对圈，对，可能差不少。对儿 K。四，好在手里这两个三代还都是大牌啊。二，先打个三个六可以试一下，哎，不要的话三个九我先留着，打张单十。五，哎，单五也行。十，勾，上二。二。然后我再打三个九，这炸弹就成了。哎，三带一，一对八，对八，对加，俩王成炸，积分变成反超。哎，勾。随话的刘小梅这一局打得非常漂亮哈，现在反超。前十分，不叫，这应该不会叫，估计还是一分。随话的这个会叫，叫直接叫三分，来的也是真好。对四，对五，我可以形成一个六七八九十啊。一对 K， 对加，顺子。嗯，立言这边也是尽可能的把牌输的越少越好啊。对，加。像这种快速的跑法，让我想起了一款游戏啊，什么什么，也是勾勾平台上的啊，叫跑得快啊，跑得快，哎，对，看谁跑得快，哎。跑得快也是三个人的一种游戏啊！大王，这是上王了。九圈，要上尖儿。尖儿，对，尖儿现在说话了。三带对，这是不是有点冒险？这必须这么打啊！必须这么打，被管上也得这么打，因为下家已经爆片了。我不能把手里的牌留的太多。那这个三带对，先打六七八九十，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其实先打六七八九十。这边是七八九十勾，七八九十勾，哎，反正四五六七八他就走了。哎，打一进对二，六七八九十。顺子。哎，随话的这个刘小梅现在已经把比分拉大了，嗯，十六分，我觉得接下来她就可以稳扎稳打的。哎，现在是这两把是牌也是真好啊。哎呦，真漂亮！这个接二连三的这么整，一分，我估计这个木春子和这个丽妍两个人能不能经受住这么大的打击啊？对啊。狂轰滥炸，而且来的这个补的牌都非常好。这当然，你看现在六七八九十勾是，然后八九，然后九十勾圈凯或者是八九十勾圈凯都可以啊。顺子，哎，给管一道了。这也不能管啊，这管了之后单牌太多了。还真管了。管了之后，这可能就是要拆王的节奏啊！三，周，两个顺子就逼成了一个顺子。小王拆了，九，行啊，稳扎稳打也算是一个策略啊。十，
单张打的两位也不太舒服啊。哎，勾。尖。大王。这大王上来。上来不够啊。不够了。哎呀，其实我如果刚才不管啊。啊，就尖。等一轮。对。是吧，哎。还是好好的一副牌。可能这个尖儿漏算了，对，漏算了。顺子，明明是赢的牌。刚才如果这个巫师指这个大顺子，你不管，对你等你手里还有两条顺子，是啊，然后对圈还很整，这你赢的几率就很大了。三，那这一局输了也是很可惜啊。刘小梅撇了一下嘴，哎呀，没打好啊！哎呦，你看看，这把把这好牌都在他这儿。这一把丽妍的牌也不错，嗯。对三。不过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对九。还可以，嗯，只能说还可以。进对十。对十。这个炸应该是成不了。顺子，然后打对 K， 对 K， 然后打对尖儿，对尖儿。这时候不要蹲对二了，一定要打三个七带一对二。哦，为什么这么说？嗯，万一外边我们说对二，你看看。这个丽妍应该炸了，我炸，炸了，炸了就单八你了，这就对，太尴尬了。哎呀，我说你要打三带对，三，丽妍不敢炸，满手单牌，你剩一个小王，他敢炸吗？他不敢炸。对，尖小王，我说你要是大王蹲对二，可以，没问题，对，你小王蹲对二，他一直以为这个他的这个王还能说个话，他就王没下，他就没防外边这四个圈，没防外这四个圈，对，九，没这个概念。招，哎呀，太可惜了。嗯。K， 如果这两把牌，如果他能打得好的话，那就是把比分已经锁定到一个非常难以超越的一个大比分领先了。对呀、啊。这样的话，基本上又回到了差不多的一个起点了啊。丽妍这边又是四分，然后两家都是负二分，这很可惜呀、啊。太可惜了。机会来了就没把握住。你看这就着急了，开始叫了个三分，但是牌上的还算是不错，对，形成个连队，大连队。 K 这边丽妍这边又是四个圈啊，而且木春子的牌很整啊，七八九十的连队。勾。K。七八九十连队正好可以压制这个刘小梅。二。小王。这大王要出了。大王。七八九十打出去之后，这很简单了，对四要进对尖连队，然后剩一张单五。然后丽妍这边应该就是开炸，对四，对九，对尖儿，对尖，我炸，炸了之后打一张三，这连输炸呀，三，可以连输，这几把。我都觉得这个有点可惜啊，有点可惜啊，这牌是太可惜了。这明明你有优势，这一下现在优势变成劣势了。劣势。不降，不降。三分。哎，这边还三分呢啊，这边补的也不错啊，四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先打对八也行。这边先打对八是正路子啊。对二更。直接上对二。对圈都对圈都不垫，正常来说对圈都不垫，直接上对二。为什么说你是全牌？三到尖的通天顺，打一张九，大王回剩对圈。对，大家都懵。哎，顺子，反正也没炸，是不是？万一你这头顺，别人那也顺，对二给你封上，啪也没了。大王，我们的机器的立言，依然给力。比分优势扩大了啊！哎呦，这机会又来了，三分，要来了两个二。断九，其实这牌也不太好打。亮。你看丽妍这牌就知道了。二，这局会不会像在战场上那种狂轰滥炸？我们也期待一下。不好打。二，这牌啊，其实我们说这个丽妍牌其实是克制刘小梅的。七，对，刚好克制他。二。顺子，打个三个尖，三带一，看你下不下。四 K 还没见呢。四，圈，你再下二，接手四 K。哎，刘老没这个，其实应该不要。容我再忍忍，哎，没准就把那俩王给斗下来。要不今天这拍呀，也是。运气稍差啊，差一点。哎呦，这个小梅这牌、不降，不降，这面上看是真好啊，是不是？两分。哎呦，这时候我们说你就别叫两分了，叫两分没用啊。对啊，你反正都已经付这么多了。K。我估计电视机前的人看到这个绥化队的这个牌，都得拍手叫好。哎，这什么意思？飞机。哎呦，这就两个炸放在手里，让农民打了一春天。现在我们的比分是鸡西队26分，佳木斯队11分，绥化队负37分呢。让农民打了一个春天，哎，两王四个尖儿，让农民打了个春天，哎呀，这是木春子的机会啊！对，这应该来三分了。对，他在犹豫。啊，这就是啊，我们说，该胆大的时候就得胆大。对，六，十，看怎么组。二三，哎，这对子打过来是这个木村子愿意看到的啊。对九，对十也垫进去了。对勾，对尖，对二。对八，哎，对勾，对 K， 顺子，十，哎，木村子是不是要拆王啊？因为外跑这个。对尖一个二的啊，三四五六七肯定是大了，但你对八是不大的。顺子，打对八，
对儿八，对儿圈，五，小王。哎，如果说知道刘小梅剩一张圈的话，其实木村子这个俩王都可以同炸了。这把刘小梅是三个二啊！哎呦，今天我们说刘小梅这运气，说好呢牌还不错，说不好呢她一当地主三带一，立眼就有炸。所以说三带一把不住这机会，哎，然后也怪这立眼的牌完全是可以压制住他。哎 ，K 尖儿。对四，对七，对十，对勾，对圈，顺子。对三，嗯，对八，对尖，唱对二啊，对二，三带一，十，过一张单勾或者是单尖，立言就可以开炸了。心碎的感觉也就如此。哎，中。三分。你看看这个小梅，又来了一个三。来一炸没用啊，不给你揪揪地主啊。这一局我看立言直接把这地主叫起来了，对 K， 而且牌依然很整。对对 K， 我们好不好打，我们先看啊。对尖，八，十，十大吊垫的很漂亮，圈直接上二了。刘小梅这边直接上二了，这边打速六七八，立言呢把这对十拆了。你要不拆这对十，我们说顺子多好啊！刘小梅炸了，这可以直接炸了，没炸，没炸。十，他在猜吗？他在猜立言手里肯定是有一条炸吗？王没见，二，没见，哎。我炸。这个时候炸，哎呀，我的天哪，三带队，这是真的是神助攻啊。接，这把打得很呵呵呀，这盘我也有些无语了啊，无语了是吧。你顺子出完之后被地主管上了，四个勾马上就反炸过去，我就扣一对五。是啊，让同伴也知道我肯定是剩一对。对啊，这时候立言是不敢动的。立言呢，如果双王炸了之后，他还多出来两手牌。这一下，木水子手里当时还有对三。是，哎，你发现咱们这个城市比赛的这一轮炸真多呀？看这刘小梅又来了一副。今天这场比赛这个炸弹是真多，对，基本上场场都有炸，把把局局都有炸。对啊，小王这看的也是很过瘾啊，炸弹满天飞呀。 啊来一连对六，单张出了一个六十，你看七八九十没打，七八九十打这边勾小美尖儿。
儿五，对儿六。哎，这个很漂亮。顶对勾，进对圈，对圈好，这次就升级了，直接这就可以甩炸。对儿尖，甩炸。我炸。连对。这把六小梅打的还算是比较理智哈。对。但是这个炸呀，来的这个赢的是不是晚了一点？我说还有五局的比赛。是的。如果五局都有炸的话，也不是没有机会。还是会要个三分。哎，这个没有了。对儿五。对儿七。对儿勾。对儿尖。丽妍现在心态已经放得非常平稳了，反正我都已经是稳赢了，我就对儿尖稳稳当当的打。哎，这个三代是不是要打啊？三代一，三代打出去之后，我们看三个可以上手。三代一，上手之后继续打对。对儿八，对儿十，进对勾，对儿勾。对二，这边应该也开始打三代了。对六，对六，我们拆开打。刘小梅上对二了啊。对二，这打三代其实就可以压制住他。十，十，也是圈圈儿。王三代一，我说你这状态早回来一点，可说是啊，那么多把牌都不至于说现在落后这么多，怎么追现在也是追不上了，还有四局牌啊，你看看又来了，一分，这边三分，两分，要两分，你没要三分，因为没有二嘛，而且还断八没十。他也是包打，对，肯定也形成不了炸，肯定是要拆了。十，这牌就是拆了的话，我看能不能赢，现在还不好说。顺子，李岩这边又要起飞了，这是。顺子。对四。哎。我看这么打的话还赢了啊，对儿五，对儿二，孟春子也是一手牌，扣一片，五六七八连对，然后十勾小改尖，顺子炸了，这就啊，火箭来了，剩一张，对，因为现在三代一，三代一嘛，对，三代一，三代一，然后这次对圈，对圈对 K， 嗯，对圈，这状态要早回来点儿。现在这把要是你也是三分的话，你就负三十一了啊。三代一，对 K， 把牌打得漂亮。再来到第二十一局啊，也是倒数第二局。不叫，不叫。农村主这，我觉得他可以不叫。对，农村牌。我觉得这是聪明的啊。对，没准下一把再发牌能给我发一炸呢。嗯。三四。先选择了主动出击，要了一个三分。九。三四五，然后五六七八九，
顺子，顺子，顺子。三带一，六勾圈，尖儿。哎呦，那这要打对 K 了啊！尖儿，哎呦。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到的就是最后一轮的比赛了。当前呢，机器队26分领先，我们的佳木斯队5分，碎花队依然负31分。对，陆春子和丽妍之间差了一个21分。这一把如果陆春子有炸的话，一炸还不够，最起码两炸。哎，这台应该炸不上，上应该是没有，应该是炸不上，炸不上。嗯，所以。这台要拼一下，也就是拼一下，对，也就是拼一下。我们看有没有春天的可能。对三，没有。对十，春天也春不上。对勾，对圈，对 K， 段六，段勾，段圈，段二。嗯，这三带一应该是能打到手啊。三带一，刚好上手，三到八带一张。三带一，三带一。哎，我说啊，丽妍啊，最后三带一其实就赢在那一把两炸上，真是。如果那把他是输两炸的话，现在他现在就这个分，对，根本都不够输，根本不够输。嗯，好，我们的本次比赛结束，依然恭喜我们的机器队，哎，又拿到一个5分、啊，又拿到一个5分，那、哎、现在机器队的积分就是18分了，哎，这个分已经很高了、啊。对，那么刘小梅依然拿到了一个1分为随化，嗯，这随化队想追基本上不可能了，对、哎，啊，接下来比较可惜，嗯，好好打比赛啊，恭喜机器队。当你牌好的时候，你一定要敢于亮剑。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感受到了各个城市队的剑拔弩张，今天的比赛打得也是非常的精彩。当然，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想参与进来，非常简单，直接可以登录最专业的棋牌竞技平台勾勾比赛，3w.gogo.cn， 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网络报名，还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还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扑克的全拼加上58进行微信报名。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世博，我们下期再见。